身边咧就系有乐坛嘅新人咧，就系 Hannah 谷子乔嘅。Hello， 大家你好。嗱 ，Hannah 嚟到嘅时候咧。除了會一陣唱歌之外，都要跟我們現場這麼多位的觀眾朋友玩一下遊戲。選擇題來的，平機會是由哪一年成立的呢？給三個提示來吧，先去先。好了， A 2016年， B 2006年， C 1996年。1996年。1996年，對嗎？對啊，好，恭喜你。送一份紀念品給你先。不過這個時候呢，輪到你了 Hannah， 你將你的問題指給我就可以了。多謝你，交個題給 Hannah， 谷子乔給掌聲，好嗎？掌聲， come on。 See me fly，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， 不因氣壓搖擺，只因有你擁戴。 Believe me， I can fly， I'm singing in the sky， 假使我算神話，因你藏緊身邊的這位黎校長，我就知道原來他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，不單在香港接受教育，還在香港發展你的教育事業，已經有成17年的教學經驗。黎校長是講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，兼且是法文和英文的。我想問黎校長，當初來到一個傳統名校去到做校長的時候，有沒有因為你的族裔身份而遇到困難呢？黎校長，我想在這裡說，其實喇沙小學的家長很支持我的，那是完全沒有歧視啊，沒有投訴啊，因為我是印度籍的，所以我這裡都很感恩。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少數族裔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？我覺得他們最大困難可能是學中文，譬如說我想沒有問題的，不過寫啊看中文字就我想他們會有些困難。我想這裡政府可以放多些 resources， 還有學校可以看看怎樣可以配合，可以幫這些小朋友，可能放學會有些輔導班，或者可能他們上中文堂不知道安不安排到多一個老師幫他們這樣。 Jeffy 就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香港人，亦都是香港首批少數族裔的社工，現在剛才也說過了，就是基督教例行會的工作，主要就是協助難民。 Jeffy 當初為何會選擇做社工呢？我咧自己細個咧都好曳嘅，咁有個社工咧係幫我好多事，咁我覺得哇，做社工都幾好啊，都可以幫人，咁我覺得人哋幫咗我，我都要幫翻人哋咁樣。我記得好似話有啲小組做嚟揾工咧，打電話去嘅時候咧，個老闆就話：哦 ，OK， 你快啲嚟咧翻工啦。點知一嚟到見到佢係小組做嘢嘅時候咧，就反口喎，係咪有呢啲情況嘅？係有嘅，係啦。我哋而家都好努力去幫啲人啦，就學翻啲中文好啲啦，同埋即係希望啲人去請人都會有啲改變嘅睇翻。我哋都可以加入社會噶嘛，我哋都想。除了小組做的員工教育方面提高之外，我想老闆都要教育，老闆都應該放下你那些有沒有顏色有好的眼鏡，給多一些機會不同組的人士。沒錯、啊、今天謝謝兩位先。Thank you。會請來一位就是來自英國的唱作歌手，都是出席我們今天的活動。這一位歌手更厲害，因為一次機緣巧合來到香港，發覺咦，香港這個地方很開心，深深被吸引了，於是決定留在香港追逐他的音樂夢，也都改了他的中文名。我們有請 Cashy Keegan 奇嘉恆。 Hi Cashy。 Hello。 你好 Cashy。 You can't speak Cantonese, right? Just a tiny bit, but a little, not too much. Try some, hit me. I can say Lei Homa and 轉咗，我係奇嘉恆。哇哇，俾啲掌聲好唔好啊 ？Very good. 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Hong Kong? Almost 3 years. So why you moved to Hong Kong? Initially, for music, actually. Well, one song brought me here called "This Is My Dream." So you sing a Chinese song. Actually, yeah, I'm gonna try and sing in Mandarin. Mandarin. It's "This Is My Dream," but in Mandarin, it's called "Tian Xiu Wo De Meng."哦，咁啊，不如喺呢个时候咧，将个台交俾咧就系 Cashy Keegans。哦，这一张天际有谁共鸣？梦想让我刻骨铭心。也许明天我也会灰心，但不会忘记我梦里的风景。Children, we are
to make a brighter day. So let's start giving. This is a choice we're making. We're saving our own lives. It's true, we'll make a better day. Just you and me.我知道咧，婦女基金會咧之前做咗一個關於香港女性咧修讀科學、科技、工程同埋數學，俗稱咧就係 STEM 科目嘅研究咧，發現選科咧就係有呢個性別定型影響所局限，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研究結果咧嚇？女性咧就係唔係天生喺STEM subject 嗰度唔得嘅，佢哋咧係受環境嘅影響嘅。咁我哋個結果就係試過有一班嘅學生喺三日之內，佢做完我哋嘅活動之後咧，同另外一班學生佢做其他嘅活動比較咧，佢嘅態度係即時改變嘅。佢會覺得自己更加容易掌控呢啲嘅科技啦。佢對將來自己更有興趣係投身呢個行業啦。喺男女校嘅女仔咧，佢哋對自己個性別定型咧係更加嚴重嘅。女校的女仔咧，佢會覺得佢對呢啲嘅科目係更加有興趣，佢更加覺得呢啲科目係有意義嘅。而佢身邊咧，無論係老師啦，或者係家長啦，或者朋友咧，佢覺得嘅支援更加大嘅。老師係特別知道點樣去鼓勵女性去喺呢方面去發展嘅。好多嘅研究顯示咧，將來咧大約有700,000嘅工種咧。是會消失的，增加的工種是200,000左右的，而很多增加的工種其實都是科技同科技有關的，消失的工種很多時候就是文科有關的，如果性別還是在工種那裡這麼不平等的話，即是說意味很多僱主找不到人才，或者是很多女仔都會失業了。Rabina 你好，你就是來自巴基斯坦，由細個開始已經在香港那裡生活了和讀書，2014年考完 DSE 之後就是入讀城市大學，還拿到獎學金，我們給他掌聲先，獎學金很難拿的，現在是三年級的學生，主修就是化學。 Rabina 為什麼你會修讀這個化學，還有少數族裔讀 STEM 這類型的科目是否少一點呢？其實我之前自己都不知道，很少人會揀化學的。我小個嗰時候已經很喜歡science 同埋 chemistry， 很喜歡諗下即係呢個 chemical 其實係點樣做嘅，水入邊有咩啊嗰啲嘢嘅。咁我大學揀咗 chemistry 之後咧，其實發現好少女仔會讀嗰。Rubina， 你以前喺香港讀即係小學啊、中學嘅時間咧，有幾多係嚟自少數族裔嘅同學呢？其實我之前讀伊斯蘭學校嘅，嗰陣時我哋班有七個 non-Chinese ethnic minority， 但係而家我覺得好多都係non-Chinese， 我嗰間學校。咁你相處之間有冇困難咧？當其時？咁開頭我都有少少困難，咁而家我覺得我係 improve 咗好多，同埋係啊。最喜歡香港啲乜嘢咧？最喜歡香港嘅環境啊，啲小食，定係香港啲男仔咧嚇？我覺得香港的環境好，啲人都好好嘅，對我係咯，全部都好禮貌、好尊重咁樣，咁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咯。我哋呢個遊戲叫做猜猜我們說什麼，一陣間咧我哋會播出咧不同語言嘅説話啦。咁啊，現場咁多位嘅觀眾朋友啦，可以估下究竟嗰句嘅説話咧係咩意思嘅？估下以下呢一句。巴基斯坦語是什麼意思呢？嗱，以下呢一句係巴基斯坦語啊嚇，好，咁啊聽下咯噃。Mujhe Hong Kong bahut pasand hai。呢個小妹妹想試下喎。咁叻，你識㗎啦？我愛香港。Yeah， 好叻啊，妹妹。好，送翻一份紀念品咧，俾呢一個小妹妹嘅。第二條係咩嘅語文咧？估下以下呢一句日語係乜嘢意思咧？係日文嚟㗎喎。聽下先。多麼的甜蜜，哪裡大？我好希望同你做朋友。係咪真嘅先？好啦，咁我同你做朋友啦嚇。曾來一束光，將天窗。天晴。
住今日嘅機會咧，可以提高大家咧對平等機會以及多元共融嘅意念啦、概念啦。因為大家咧都生活喺同一片天空下，每人頭頂咧都一片天啊，應該放下歧視，不分彼此，和平共處噶嘛。而我哋亦都會咧繼續喺不斷啦嚇咁樣，與唔同嘅節目當中、唔同嘅層面，繼續推廣呢個平等共融嘅信息。亦都希望大家咧唔好今日淨係接收完呢啲信息，我哋仲要將呢個信息咧傳開去㗎。